主持人早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。今天天气还是跟昨天差不多，在中部以北今天清晨气温稍微偏凉，在淡水出现今天清晨最低温是 19.1 度，白天起气温回升，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，但东半部地区今天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雨，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东侧山区也有短暂降雨的几率，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，而受到东北风影响，早晚天气较凉，夜里清晨中部以北及宜兰低温约20度左右，其他低温约21至23度，白天中南部高温约32至33度，其他地区约29至31度，西半部平地日夜温差大，早出晚归需适时调整穿着，而东北风影响，在嘉义以北东半部地区及澎湖沿海空旷地区有8到9级强阵风出现的机会，并伴随较大风浪，北部、东半部及马祖的沿海也容易有长浪发生，海边活动请多留意安全。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局提供。谢谢品翔。